这样是出来觅食。我们看到黑熊在 Jasper 的路边。黑熊它平常，黑熊是杂食性的。杂食性，90%吃素。吃素。嗯。所以这会活比较久。那它不吃肉吗？90%时间吃素。有肉吃才吃肉，没有吃肉都吃菜。那个他们也他的那个乘客座椅在拍啊，那个酒店还没走，对，他还在旁边，太可爱了。